冬天的关系，天还没有亮，哦，就还蛮冷的啦。他们的集合地点总共有分两个，一个就是在明洞二号出口，一个是在宏大，就是算是饭店什么聚集最多的地方，大家对，就是大家最方便集合的地方这样。只是宏大是六点多，然后明洞是7:10。我们现在那个刚下游览，他会给我们15分钟的时间，就是去韩国那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上厕所跟买东西吃，要去觅食。有个冷的，上车睡翻了，下车更冷了。你是我的那个啊，那个什么浪漫身高咖啡。我不想。没有啦，我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就是一大早很饿，然后等一下又要怕会饿到，所以我们来买那个烤番薯。而且我们两个一下车就是闻到烤番薯的味道，就说要吃烤番薯，超香的。我们现在来那个，哎呦呀，是哪一招？来滑雪，来那个装备店里面挑滑雪衣，然后它就是会有分好尺寸，让我们。但有那个本人个子太小，本人个子太小。刚刚导游很激的还说你要不要去穿儿童衣，上面有分尺寸，然后挑选的时候其实都可以问导游，问他们的意见这样子。比如说他们看一样是 S size， 但我穿还是会有点大的之类的。然后我个人啦是觉得比起那种很帅的正常衣服比起来，大家可以挑一下比较亮色型的，仿佛欧巴桑一般那种衣服。我换好了，然后你们不像我这么小只，应该是都会很合身的啦。哇，好，我现在整个人超 hip hop 的。对，它不是拿来刹车，它是拿来帮你加速用的，或者是你要变换方向，或者说你跌倒了要站起来的时候用这个。那高兴，你再来考试考100分多，怎么样啊？不面试也可以考100分。对，怎么样哦？就走的还蛮僵硬的。